爸爸，嗯，你猜我今天想吃什么？我不想猜，也不想知道，你回家吧。你猜吧。我猜你想吃松掌。不对。你想吃鹿茸？也不对，我想吃你就算我对。哎，想吃你就穿果冻，不早说，爸爸给你记住。哇！三组飞鸟报警，告诉农夫山泉，家里老超生肖，家里蚝油，来点七星关节炎，泥鳅搞里头，翻炒翻炒，盖上锅盖焖5分钟。焖好装盘，水开放入白凉粉，搅拌搅拌，放入泥鳅，倒入煮好的白凉粉，木瓜树上晾凉20分钟，打开，哇！正在直播中，点开好像进来看直播吃泥鳅装果冻，泥鳅装果冻是我的。这些泥鳅装果冻全部都是我的。